这一片，就是从威斯康星州带回来，这样讲的比高分高呢。哎，这一片我摕就无同呢。嘿呀，听起来不就香呢？这个优质的花旗参，它会有一个黏轮，品质完全不一样。你大细汉炒偌济咧，我有小闭着，几乎每一片都这么大，差不多。对，大片人害我现在一直喊的。可以感觉就是说，它会先苦，对，对，先苦。 真的，生津之后回甘，没错，哦，这个才是正宗美国花旗参，不会代表它的人参皂干得含量，因为皂干是苦的，苦而回甘，你会觉得满满的口水，满满口水，一直渗出来。这好适合夏天，你知道，因为夏天我们经常晒太阳，晒到口干舌燥，然后一直流汗。嗯，它最特别的地方，威斯康星州，它的夏天是30度，冬天到-40度，就是零下跟雪冬嘛。它从冰河时期所留下来的处女黑土，这个地方非常稀有。 种一块就少一块了，它营养价值会被抽干，它的水质是五大湖区最纯净的水质，没有受污染的，哇，就是因为它非常棒的仰卧的程度才会这样子出来，连那个皂苷才会高啊，一定要认明这个 logo， 保证不含任何加拿大、中国的西洋参，也保证通过各项国家安全标准，老鹰认证的，是不是？就是鹰牌认证的概念，用对好东西，你的保养就会事半功倍。